走起来了。你好，同学。你好。你是18岁对不对？嗯。刚过是吧？嗯。然后我们这是第一课。我刚才教了你简单的踩刹车和油门，然后简单的打方向，我们向前走就好了。走到一个停，我再教你继续。我们来第一课，左转，左手拿上来，对，向下拉，对，右手推，感觉俩手又合并在一起，左手再推上去，这个手再合上来，拿着不动，这个手会合到这个位置上，松手，对，合上去。走上去，对，这个手会这样，就好像哎这样拉着，对不对？拽着，对，再撤回来，方向再撤回来，对，俩手在左在左，右在右，就是这是一个转弯过程。同时你再推动油门，这个路啊是前方有一个 stop sign， 或者没有它有一条线，看见了吗？它那写着 stop， 我们这个线就像绕着这个地上的这个黄色的这个圈走，看见了吗？地上那个黄色，对吧？你是走直线，然后走到中间一半的距离里，这个手再开始动起来，好吧？左手拿上来，对，向前加油，对，左手拉，左手拉，右手推，俩手合并在一起的感觉。哎，别真的在一起啊！回来，这不就完了吗？第一转有点慌啊。对，我是提前给你讲过这个方法了，然后你去模仿一下，可以吗？好，我们重复刚才的动作，你左手拿上来，非常稳定。你现在模拟一下，就往下拉，方向盘它是个轴嘛，往下拉，然后右手用力往上推，俩手会合并，还是一个上一个下这种状态，然后就等待你看路啊，这个转过来了就撤回来。往回拉，返回来，手返回来，拽回来，对对对对对，就这样啊。你眼睛看一下方向盘，你不能我讲的时候你去看外面，其实没有用。我看着路，你只要动方向盘就好了。OK，Let's go， 左手拿上来，你看着路，路在那边，对不对？你感觉哦，走到中间，我走的那一半就开始转，或者提前转，试一下。OK， 拉，拉。推，哎，不要那么快，不是俩手扶在这样子，你看，好，停下来，我给你示范一下啊，就这个手你是这样，3点到9点，你拿中间往下拽，让这底部上来，这是一个把手，平直。拉下来，这个手推过来，俩手有点合，不会这个样子，特别难受。然后撤回来就好了。所以我们转弯之前，可能要手先这样磨擦磨擦这个方向盘，是吧？不会被这个手带着拽。我基本上不教这种方法，就零基础，我会教这种，走一半，然后左右手还是这样。然后再推，撤回来就是这样。看这个手是松的，这样拽回来。那有些人也会这样，从上到底这种也不太好，就是这样拽回来就可以。看，推好回一半啊，回来。这手始终是摩擦这个方向盘的，唰唰唰唰的声音，不会这个样子，或者这个样子也不对，是吧？这样就不好了。我们试验一下，到走中间一点点，你就随意转就好了。看，用这个手，实际上一个单手的力量就拉过来，是不是回来了？嗯。好，结束。左手拉下来，右手对，右手推，对，很轻松，一个主力的手再推回来，对，左手再上，拉，右手推，对，
然后看路哦直了，抽回来，完了，这个抽回来从这上下抽，不要抽到底，不要落到底，回来的回轮的时候，左手再上来，拉，那个手不要跟上来嘛，回来，乱了，左手拉，对，右手推，好，撤回来。你撤到这个位置啊，这个手拉，对，这个手回来，不要一个手就落到底，这样一直方向盘，这手一直在方向盘的上半部待着就好了。我们试验一下，我假设这里是有 stop sign 停下来，然后这是一个向左的左转弯，啊，大左灯，对，左手拿上来，来直正正的走一把，就往前走，走到稍微拐弯的那个位置，你看地上有一个黄色的线。前方，来走吧，走。对，眼光向左看，对，手开始动，第一把，第二把使劲推，单手的力量，单手下来，不要那个手不要上来。哎呦我妈耶！我们现在在这个标准的 stop sign 上啊，让他先走，然后呢，你开始你走，好，左手拿上来，我给你命令 left turn 左转，你这手就上来。这是非常快的一个动作，哦，还有一个自行车的人等他过，对，然后就开始推进油门，轻轻的，新手就慢一点，中间了，对，左手拉，右手推，等着，180度待着不动，好，回正油门，全力加油就好了，这手不能晃，你晃他就晃，我拽你一下，贴着这个。就是向这个车边靠，好吧，这是你的第几转，第二三转，越来越熟练。我们继续练这个左转啊，这个路口大一点，还是四个 stop sign， 来走起，加油，中间，先中间，左手拉，右手推，全力用右手，那个手不要跟，你跟了就麻烦了，对，往下拽，对，这样有点过头，回来，对，纠正回来，有点摇摆，你知道吧，你那个手不要跟着他，就是这个姿势时好时坏，好， left turn， OK， 这个就很简单，都有 stop sign， 你看他会，你看他违规，他会直接走，你该你走了，左手上给拉下来，右手推，单手的力量，左手不要扭着，好，抽回来，漂亮了吧，这次好吧，就是我们要重复这个几百次，你就习惯这个动作，就是说它地面上的这个白线呀，就是 stop sign 的这个线，你压上它就是拐小了，然后你撞对面的车就拐大了，拐大拐小都扣分，是吧，路考就是你要控制在15分钟内扣15分以下的分数，你就考过路考了。好，前面来了4个 stop sign 到了，我现在检验一下我们学习了1个小时的结果。哦，注意它是 stop sign， 好，走，左转。很好，拉过来 ，yes， 这个比较正，这是一个4个 stop sign， 谁先到谁先走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一个 stop sign， 停在这儿，然后你看两边，它两边没有 stop sign， 我看你怎么走。二次停车查看，身体向前进，身体往前趴，就是啊，我尽力往前看。看见了，好，走，原地打，这就很好了，这1个小时已经练成基础了。